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活活肉剪甲，越打越疼的。装在中场。那么点甲。哎呦，真眼！我操，啥都有对面。可以打。
点有谁有点的菜啊？我也太脆了，差点被秒了，我操！伤害也太快，伤害好高啊！让我单好了，我需要等级。你不要把那个辅助都打过来，你过来了，对面辅助也会过来。完了，我可以打，有粉吗？能回头吗？没有，没粉。打打。
太高吗？这个？别冲，兄弟，别冲！你不厉害呀、啊！别干了，这沙漠也要大了。怎么他们吃了资源？打虚空啊，把它跳到跳逼出来。我梦中见到的，我的法师，这个离跳还挺快。你得哦，你打他几下，你再冲，你别直接冲，直接冲秒不掉，秒不掉他跳过来满血了。冲他，冲，直接冲。可以吧，给你吃口肉。中热能杀吗？哎，好像也快啊！我方下塔正受到攻击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大杀特杀！还有四秒钟，看通道！哎呦！发布了一个塔，满载而归！我的骷髅兵招死了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我不得不面对。我操！天辉加入了他们的阵营。能冲吗？
救我。没有，有没有那种舅舅啊、哥哥啊、爸爸呀，带你们一起打过游戏的？就别人安利，就是带你们打游戏，你们带你们打都是什么？反正我以前我爹当时带我打的是《三国志》。就矮子。给我买了啊，兄弟们！啊，他大你，这不追你。矮子王啊，我就觉得就真的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魔兽争霸的战役，人族兽族不死族暗夜精灵，还有那个我觉得战役做的真的太棒了。红警三我玩完战役我就删了，我就不玩。代理人觉得玩游戏不务正业，躲起来吧。那你躲去哪儿啊？躲网吧吗？来，不拆了，不拆了。为啥？亮亮的胜仗，你已经做到了。